Fun 独家花絮，经典影集《回忆杀》，让我们欢迎《日光之城》。嗨，那我们刚刚游戏规则都已经跟大家说过了，我们要选出一位来演戏，演给各位团员猜的。嗯，没错，我们要选最会演的。对，台上使用吗？可以，我可以。好好好好，我们就请使用来，请开始你的表演。3, 2, 1, action。不知道，浴缸是扯哦，不知道。哦，等一下，好好，来来抢答 ，Bonnie。暗涌，涌耀，涌耀，涌耀。不知道，不知道。答对了。好厉害哦！等一下 ，Bonnie 怎么猜出来的？你是透过台词还是他的那个状态 ？Bravo。台词跟这个哦，都有都有。台词有日光之城哦。没有，他把他那个改成日光之城，他把永井呢改成日光之城。对对对对，好厉害！好，来使用 3, 2, action。거금천만원드린거랍니다。啊，我知道。哦，哪里又知道？来，帮你。那个什么，宋仲基演的。哦，宋仲基。新的。跟那对文森佐，律师，律师，黑律师。黑律师文森佐。黑道律师文森佐。是哦，好像不是哦。对，金世正演的，我知道。来来，四个字，公司，公司，什么校长？什么社长？对对对，四个字，校长，青少年校长。啊，你答对了。거금천만원씩드린애들이랍니다。好，很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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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啦，帮你超强，你很棒，龙一大拇指啦，好不好？要啊，好，耶！我们现在要玩第三题，那我们换一个人出来演。好，那我去演。好，玉馨，你们猜不出来。我们的都很简单，题目都很简单。玉馨准备好了，来，我们表演的站中间。玉馨，来，大家要仔细看哦。好，来，玉馨，3, 2, action。我就是笨蛋，我是笨蛋才喜欢你那么久。啊，糟了，我那个太简单了。